算打吧，肯定是能打赢。我操，我不会有 A 啊。但你要 A 人的话，那就是差不了太多。差不多吧，这都习惯问题。啊，太细了吧！我连快速加点我还不习惯，我都靠手点。怎么两个手法？左边的是真的，右边是假的。哦，你有尼寇着吧？有尼寇啊。可以的，续命师，算了，我直接打野，我吃个药，我直接长剑出门，别把剑，行，上线吧，不用打了，我自己打，真假？我打个鸡，那我上线了，上线，等你来，我都打完了 ，OK。这老鼠一看就是捞了吧唧的，捞的淌口水，根本不给他拿下了。看你表演，好吧。看我表演。说实话，很久没玩过 AD 了。AD 不是前天玩的吗？坏了，怎么被他们舔这么多血啊？耗着没闪，哎，可二级可以打，对，你们压线儿，我就去野区了，去野区瞅一眼。好像人呢，不打蛤蟆呀，我靠，他们耗子回家了，这回家了，要不然我下来把他，哇，这回家不亏死了，一般这个分段他们是不太知道到底亏还是不亏，他们懂得没血就回城。跑这么快，还行，加油啊，辅助，快点润！为什么他们都那么亏回家了，还是没打过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嗯，我打的好像一坨屎啊！我不知道啊。好像不是错觉。完了，这上路 啊！我说我自己打得像坨屎，只是客套。你们原来真的觉得我打得像坨屎？我只能开一波疾跑了。加油，猴哥 ！OK， 坏了，他抢我人头。
没事。坏坏，咋的了？我操，遭暗算了，差点死这儿了。忘记了对线的是妮蔻。我们家的辅助还可以啊。真是个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回事啊，博少？他八个刀，你三十一个刀啊！啊！你好，我的鬼，你好厉害啊！辅助，我的，我反思一下。这样他就不会怪我了，他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，然后他就会打得更认真，心理我们这局不就拿下了吗？ OK， 对、啊、先自我否定。这个自我否定哪怕是装的也没有什么问题，知道吗？玩游戏只要能赢就行。有道理，峡谷劝学学吧，家人们。哎，你怎么杀的？我可以，可以，可以 ，OK。检查一下小兵，哎，多一个。完了，给我毒死了！棒子了！哎，为什么我觉得我输出很高，但是老输呢？为什么呢？为啥呢？什么？为什么呢？还好吗？给我呢！加油，猴哥！正在加油，别急。人啊，不是猴哥，我的 AD 打的真很差吗？还行啊。我感觉我很菜。看你得跟谁比呀、啊？那你跟这杰克拉夫比，那肯定是菜。那你要是跟他们比，那肯定就是还行。等我刷两波，我就下来。看得出来啊，你们很喜欢打架。这波赵信马上来，我到。我好闪。哎，别给换了。血量计算这么精准、啊、可不再别说了，妈的，打个龙啊，打个龙，差点吓尿了。哎哎，赵信赵信赵信啊，后边鬼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我好定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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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， 好勾引啊，好勾引。傻逼不死没了，谁呢？哎呦，给我玩着他，汗直流，满身大汗，怕又出岔子。我操，我们辅助四个二，好牛的辅助！哎呦，擦擦汗，我操！
能要了。不应该，不应该。我觉得我玩挺好，为啥这人头都是辅助的呢？我的，老爸，好想回趟家。哇，辅助好厉害哦！算了，回趟家再出来。他怎么这么多扫描？哎呦，你俩这行呢？全残，问题不大，我只能说。OK， 我玩 CSGO 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，我感觉没什么问题，但老被受欠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有个尼克玩游戏得靠猜，这很难受。造型闪现，哎，你怎么还得敢在这打我鸡哥？给你牛。看得出来你喊得很努力，把这波兵收了吧 AD 啊。谁 AD 不是你吗？我辅助啊。进辅助啊。嗯，有点东西。进辅助创始人还真是。看着我觉得我玩的有点太心善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呢，太团队了呗，太慈眉善目了玩的。那怎么你要不你鸡翅白脸玩一把？这后面有一个是 Nico。虽然不知道是谁，我马上到，妮可也可以，上去送，来吧，上去送吧，我们家这辅助有点厉害啊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我养出来的，确实啊，就像我养 UZI 一样。我敏锐的嗅觉。来，别怕，我到了。我操，猴子！没事，我刚把他杀了。好，牛！我帮他杀了。哎，我出错装了。咋了？蓝切呀！我想出狂风的，结果出成蓝切了。哎呀，行吧，差不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不到了，没事，这局拿下了。加个20块。
鼓励，牛啊牛啊牛啊，要积极鼓励队友，说我们多正能量，队友学吧，真的学吧，我说实话就前几把那要是赢有能有的播上这种觉悟啊，那都随便拿下，很难说。说实话，你可以，如果你的游戏技术不行，那么你就要给你学会给你的队友提供情绪价值。2023年最贵的就是情绪价值，所以我们学吧，学吧，很难的情绪价值。你既然玩的不够好，那就请你低下你高傲的头颅，懂不？下回被骂的时候，你们就直接说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都赖我。你看他还能说什么？是，你看他能说什么？别老整天搁那个游戏里骂人吵架，团队的氛围很重要，知道吗？他想排我阵营，我不可能让他排。哎，我拿到了我本局第一个人头，除了伊莎以外的。这辅助人还怪好嘞，我完成这样都不跟我抢兵，这么吓人吗？是你，哈哈哈哈！干得来客，我们辅助，嗯，我养的牛逼不？牛逼，牛牛牛！我操！我怎么虚？没事。哎呦我！哎呦！哎呦！没事，我们 AD 没死呢。完了 ，AD 升技能了。哎、了怎么这么多助攻？不到啊！助攻有点多，要不然刚才他要是一批评我，我就低头认错。哎，来个人，来个人，有蓝，有蓝。没事，我们 AD 还在呢。你瞅瞅我们 AD， 我们 AD 需要支援吗？不需要任何支援，直接给他尿死。你瞅瞅，提供情绪价值，牛啊牛啊！哎！怎么的？他想对我们 AD 不利？我保护他，真是不自量力。没什么，不大，我只是个辅助，我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就行了。哎。抽个鞭吧，耳麦好唱，什么耳麦？我的耳麦吗？我操，有没有一种方法，就是你现在的耳，你现在是戴耳机吗？是的。你戴耳机会不会听到自己说的话？肯定会啊。那为什么必须得听到自己说的话呢？有没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能听到这个声音，但是却听不到自己说的话？有啊，有的是啊。
你让给你调机架的人给你调个没监听的不就行了？调机架的人跟我说，这个声卡自带的机架调不了，他在给我想办法。我是监听关了，没有关监听的这个键的，关了以后就自己说话也听，不是别人说话也听。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，舅舅来了。我有爹。嘿嘿嘿嘿，打狗也要看主人啊，也不看我们辅助谁，我抄，真是可笑。打龙，龙还打龙，打呗，打，你打吧，我吃个600。谢谢你，哥，这提供情绪价值懂不懂啊？你看，就算我打成这样，他都不会骂我，还甚至给我点个赞。这就是情绪价值的力量，他不舍得骂。被你玩明白了啊！那可不玩明白了，所以我们学霸玩的菜没事，你知道吗？当你们团队有人站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及时的夸奖。呀！来吧，这波猴哥玩的肯定是最厉害的那个呀！定，咱俩都这，哎，咱俩这关系就不用情绪价值了，注意点别人情绪价值就行了。善良，再别说了。他说啥了？还没说话呀？他给我让了个图。哦。不好意思了，被你夸的已经不好意思了，换心乱了。怎么回事？有小兵给他夸无语了，有点。为什么敢出来？怎么个事儿？走。拿下了！哎！他搁那走啥位呢？真是！这在这走啥位？差点死了！我操！猴哥太强了。不用我夸，弹幕不都应该夸夸吗？弹幕一般不会夸，弹幕觉得是舅舅。没事，来了，舅舅来了。OK。再别说了。弹幕觉得我这是应该的，他们会用这个。说实话，只有我们该夸得夸的。他们会用高水平来要求。我舔一个就行了，算了，让他打吧。看看怎么样。想想啊，来个啥？我这个英雄，主播辅助玩的不错，14个助攻，再别说了。我来了，我去找我大哥了。兄弟们，能不能给个舞台？我来一波1v5。拿下，拿下。孩子长大了，你们打波大龙行？可以，先把这个水晶推了。给个机会。走，打个大龙。拿完龙你去吧。好 ，OK。没。
这辅助是不是非常通情达理的一个人？有点啊，这我觉得主要是你给他惯出来的。哎，再别说了，情绪价值我来了重要。有没有那个音乐给我来一个不骚 ？OK OK， 我来。来音乐。音乐呢？完了，你音乐没出来呢，我杀完了。你太快了，我操！我得切出来调个音乐。人呢？你不有那个控制台吗？那也要时间哇、啊！那控制台也不能帮你自动搜索音乐、啊。我的。那还是得手打搜索的。我的。我没等你，我忘了。我的。哎呀，舒服。有点太快了。这把虽然我的评分是最低，但是你的。